更换 sliding door。这个 case 呢是在 Mississauga 的一个 condo， 这里呢有一个 laundry room 的 sliding door 已经被破损了，然后刚刚把这 sliding door 拿下去，现在呢换两个新的，换一套新的，就这样 ，OK。这个推拉门呢就装好了，这个呢是72的，就是一片是36，这个一个人装很费劲，拿都很费劲。要是48，一片是24的还好说，这是太大了，就是这样。OK。